处处。王爷，你坐。怎么起这么早？不多睡会儿？我睡不着。王爷，你心里有什么想说却不能说的事儿吗？有。是跟案子有关的事儿吗？算是吧。你呢？我也有。所以你就在这儿洗石头？不是，我是准备烤蘑菇。从前有什么想说却不能说的事儿，我就把它们放进菜里，做好了再吃掉，就可以不用去想了。这次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了。那你一会儿做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吃，总比你一个人吃有用些吧。王爷，当你的舞做真好。我